一，白噪天非必要不出行，如果必须出行，请穿戴专业防护设备。二，请勿使用电子设备，设备频繁乱码会加重你的精神负担。三，即使你已做好上述准备，仍有可能遇到未知风险。特别声明，白噪事故不在商业保险理赔范围内。四，如防护设备损坏，请尽快寻找橙色大门的安全屋避难。五，暴露在白噪中极易产生幻觉，你所经历的一切都可能是幻觉的一部分。六，安全屋完全静音，不会有音乐，如果听到音乐请立即离开。七，如果你目睹古神，那代表你已经无法生还。人类只是我们的机械造物主最卑微的祭品，请利用一切方法留下你最后的信息，指引我们未来的方向。